地前的菩萨没有证得净心。那如果以离开烦恼的禅服，真的清净的佛性现前，这个时候叫净心地。所以呢，净心地进跟未进入，这里面有差异。那进入之后还没有到毕竟地，里面就是未熟，入毕竟地叫熟，熟能进入定叫未定，未入叫未定，已入定叫定。熟有两种，一种是一生乃四地得无上菩提，就是补处菩萨啦。那最后生乃此生得无上菩提，就是成佛。